王政らや我が民では王政軽視だ。摇摆不落屁股，领导担心。阿哥，过来，高声听话。超强，你哪搞我坐铁拐啊？阿强，你做了真好，这是大功劳呢。但你一定人啊，都摆在咱的手头啊。哥，你来这好多，甲江道行斗三工，伊还是赢呢。乌贼，我要给什么人？你拢无资格管，我找你。来，哥。是哦，是我专工为文具店买过来的。哎，戴伫个泡面顶管哦，是足有效的哦。阿那送你遐尔好的礼物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不可能啊！我确实感受到乌车，乌车都伫遮。乌车呢？秀兰，你江道生，超强进前和你害个这尔凄惨，你俩寸功也袂清醒啊！我唔对，超强早就甲阮俩合起来，甲乌车调包啊！你会感染着乌车，是因为阮伫个附近，等要收你。欧文君，顶摆俩寸功无人敢制裁你，只要阮蒋家还佫有一人活咧，你就永远有吉星。阿强，你竟然联合别人来反背我！你唔想要好，把营养搁外多得个？我你骗一届是我衰，我你骗两届是我戆。他说我你骗第三届，一定是我死好。因就无可能活过，你莫搁搞我骗啊！开阿弟阿进手，我找好你，你嘛别了讲。莫唔对。我今仔就要把你的魂片拍出来！嘿，嘿，嘿！想做要拍我啦！你莫阁假啊！江道生的魂魄若是我拍出去，根本就袂听，莫阁骗啦！爸，亚姐，跟亚姐跑开！你莫过来啊！杨德波，我亚姐都一死了命！出来啦！爸。亚姐，亚姐，我是没走。既然我的身份已经得空啊，即卖我会当做的，就是赶紧把我的肉身汇合，就算讲无乌车力量加持，我全死，我还活一道，把附在黄金身上的三条分片。专登去我的肉身，那么等制裁者摕进攻处赶来支援，我恐惊就死路一条啊！相公，我会拜啊！你若是不爱和我走，
我就伫这，甲亚杰因解决得了。嗯，互你四个人，永远都袂负。不是什么？你无人会当捉弄我，亚德伯，你得爱有心理准备哦。你得爱接受亚杰因母仔一死两命的悲剧。想捉弄我，想就是害死我亚杰因母仔的罪人。你唔爱讲啊啦！亚杰哦是金的宝贝啦，你无可能有你有机会去伤害亚杰啦。我不听，恐怕绝对绝对无可能伤害我。爸，爸，你敢有听到我在叫你？你还是有危险吗？你一定要想办法离开江道生，离开伊的控制。你一定要爱打败江道生，把你意识找倒转来，好不好？爸，金妹啊，你是我实在吼上坚强、上袂认输的人啦。你放心，我个身材吼一定会保亚姐平安。你专心对付江道生啊！你给他出去，莫让伊继续霸占你身体啦！有听到无？你阿爹，孙子，先生，你这是我手下败子。江道生，莫伤害我亚姐。我今日给听到亚姐在甲叫，伊的灵魂准备要出现啊！江道生，我今日就伊的查囝，伊用个牺牲伊家的性命。你若是真正敢卡亚姐，你就准备卡我命！爸！吴姐，你也继续落去，你一定要脱离江道生的控制。王爷，你是不我都拜托我讲啊！你，江道生啊！我一生他妈就看你，你跟你跟你怎么敢提死你啊！王爷，你怎么敢这样？江道生，你好，所处就北啊！你今日当控制金光处安？哦，本日福气，我应甲金光处心连合一，顺利甲开业的高中接落来啊！今仔日，我绝对要甲你这邪魔妖堆三条魂魄拍到魂飞魄散！真是想过天真啊！我魂魄那是消灭，是安怎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罗刹风？这真相，就尽管是无解的秘密啦。你写公啥啊？所以真相有两个刹风？无唔对，在你身躯边，迄、那个罗再兴捌验过亲自鉴定的罗刹风，而你伫咧廖永仪监视器所看到的罗刹风。是两个人，但不过到底倒一个才是真真正正罗家峰呢？啊！江道生啊，怎么跟你无完无休呢？啊！你想怎么样对待伊啊？那嘛是你逼我的，想叫你，你咧帮助陈忠信。啊，既然你两个是孖子，安尼这罪孽都乎你两个人担。把罗家峰养活，把家峰养活。会用的啊！啊！你嘛开车路给我行啊！你别笑死我！我起码得跟你赔！来，金玉，金玉，我报警！金玉。
有荣华富贵，做遐尼侪袂记过的代志。我这个查某孙，我今日根本就见笑哎！我这是对你太失望了。不要紧，既然咱无共生，咱最好是用这切断关系。为着你爸爸还在的，你不是我故意的，那个选择。你对我来讲已经没什么价值了。你是有没说什么？公博士也不是我的爸爸呢。总共一句啦，你呢？那是不爱好挂名，那呢我就不客气了。朱丽萍啊，你的花水确实能主动挂发言，也不过你天生万顺，既然放一个人过桥啊！哎呀，你看，我不是你想的乖囡仔。干大将，你那不过我不是你想的。救我囡仔！救你金孙！爸！小短大力！王金，你真正甲天照大呢，敢反背我？你唔惊？我心肝俩贪欢，把你的魂魄赶离开你的身体，到时阵，直接把你变成一个无人祭拜、永远都无到轮回转世的孤魂野鬼。为什么要叫我？我这世人想要见的，就是我的宝贝查某囝雅姐。你竟然想要伤害伊，跟我金孙的性命，这口气我吞袂落。今日为了我的金孙，我雅姐都算你输，我还不要失败。四年前是我救你的命，你将祸在人祸到今日，安尼你莫怪我，你家己。莫想为我找死路啊！我是无可能搁再忍受你霸占我的身体，利用我的身份去伤害我的亲人朋友。今仔日，咱两个一定要有一个离开，魂飞魄散。别结束呀！那你卖啰嗦啊，直接出招！高志祥，我袂放弃。为了雅琪甲我金孙，今日我一定把你的分配拍出我的身躯。今日看起来哦，敢若较趣味呾呢。绝对袂当有高志祥继续利用金的身体，伫遐为非作歹啦。